花开，又到了骑车的季节。今天樱木想跟您聊一聊，聊一聊我最喜欢的运动——公路车骑行。他会请大家来围观几辆我的爱车，当中包括陪着我完成了大铁赛的 S5， 还有 Peter Sagan 签名的限量版 Specialized。刚才我骑的是 Svalo 的 S5，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 Specialized S-Works， 两辆都是破风型的路车， S5 更轻， S-Works 更硬朗，两辆都是专业竞技型车， S-Works 中文叫闪电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很拉风？说到又酷又拉风，我必须聊一聊骑车的好处。首先，骑车能让身材变得更健美，你看那些环法自行车选手身材实在是太棒了。骑行需要屁屁和腿用力，也需要用上身辅助。骑行的时候，我们上身要下压来避免风阻，因此我们的核心肌肉一直在锻炼。另外，骑行对膝盖无压力，对心脏的负荷也较小，还可以去户外看不同的风景，可以去到很远。好，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买车的一些要点。首先，在购买之前，先去本地靠谱的单车店，让他们给你做一个简单的 fitting， 也就是量体买车，因为单车购买的首要是买对尺寸。在了解到自己适合的尺寸之后，接下来要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挑选适合你的品牌和型号。路车分很多种，除了之前我提到的破风型以外，另外两大类是耐力型和传统型。这就是我那辆传统型的路车，它的车把一看就是路车，是意大利品牌梅花的。脚蹬子呢，就是普通的，我没有给它换锁鞋的脚蹬，所以我可以穿着运动鞋出来骑车，出来买咖啡。这辆车是我跟朋友一起从本地一家单车店团购的，价格在1000块钱加币。在同一家店，我还购买了另外一台耐力型的公路车，它就是 Specialized Ruby。 这辆车的特点是适合长距离骑行，它的车架材料已经用到了碳纤维，因此车身很轻，价格在2500左右。我骑着它完成过标准铁人三项的接力赛和半程铁人三项赛，90公里以上的距离完全不在话下。买好了车，还要记得留出预算去买其他的配件哦，比如骑行服、头盔、眼镜、手套、水壶和迷你工具箱都是必须的。这些配套的设施除了漂亮，还充当着安全卫士的角色。没有带厚垫子的专门骑车裤，我敢打赌你上车很快就会花容失色。单车的眼镜不能用普通太阳镜代替，它的设计能防止你不幸摔车时伤害到你的眼睛。戴手套的好处，一是防止汗水让手打滑，二是万一摔车时手套能起到保护作用。至于锁鞋，可以稍后添置，迷你小工具箱也可以以后再买，但是车灯绝对不能少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。我在买第一辆路车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指点，希望我今天的分享也能给您一点启发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，请帮忙点个赞，期待您的关注与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